所以，好，四支四支装，安尼服务费够加五百，安尼两千。两千五，好。来，2500哦。加钱，你讲的都比你来，对，咱无上班堪买。我给他回去。二好。 来先加你哦，先加你来，二阿哥要吃咸鱼片来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咸鱼片要吃来三百块啊，挪威鲫鱼片啊，真的很好吃哈，安尼咸鱼片真正都好吃，阿哥九，这挪威的四条，来四条五条六条，你七条八条你，拄只讲袂来，头家无伫会加送一个来，够你了，来不是500哦，来300块来，挪威鲫鱼片真正都好吃，对，真对香拢会吃。 来卖买500，卖开400来，300，安尼拢做咩料？挪威鲫鱼片，真的很好吃嘞。我昨昏你讲的人客买无够啊，来，我长差较少，来，咸鱼片拢做咩料哈？来，谢谢。来，阿哥要爱啥子呢？毛豆是吧？毛豆免500，毛豆开400，300，来200块，毛豆来，200块，安尼毛豆好吃，客片就多好吃。 200包一公斤，就爱卖100块啊！400包就爱300，500包哦，你200块，100包哦，你200包。哎，从今以后哦，卖亏本啊，亏毛多的。毛多一样啊。来200块来，200块，200包比较好吃，都方便。真的好吃啊，这毛多有调味了哦。来，200块拢外卖毛多，通通买到了哦。来，有1000来，有1000卖俾500，500人客人来200块来。 鱿鱼千两，200块，100包200块哦，200包哎，要400，不用200，还是200块。来，刘一科200块最好吃的，拢装咩料咩？200块那个妹妹弟弟你们两个要什么？赶快跟我抢。哎，来，二阿哥要爱啥？记得提供。你喜欢蒲烧鳗吗？还是蛤蟆？还是鹅啊？来，小卷，什么都有。大只的，应该。这小卷现在只求有，不求大。 因为我要的是新鲜度，不是大小。好，非常漂亮。来，我们假小哥啊，你自己养大它好不好？哎，我没办法，今天就是这个size。来，我们假小哥啊，来，500块哇，都有几年啊？来，两个人给妹妹都有这小哥好漂亮。来，四块哦，你，来五块哦，你，来500块啦，不大，小哥不大，可是真的很漂亮。这一次再带回家，500块，来你们两个个人买一买就好了。来，500块，这两杯酒，小哥啊。 真的很漂亮，这最正常的，做冰桌架。来，我把龙王哈，好，谢谢，没关系，喜欢再买。哦，小哥是买漂亮，买新鲜的 ，OK。 来，要大就买鱿鱼吧。来，阿哥们爱啥，给你给讲。龙装备了呀。